我哋讲啊，我同你讲，我俾你使即时俾你使，多谢你嘅，我冇钱俾，喺度，多谢你嘅，嗱，你谂多票喺度，你睇啊，你呢啲成日扑街屁股，佢万用孔嘅市民，你知唔知啊？我住系同楼，我一毫子都唔辛苦，都唔申请政府补贴，你知唔知啊？我为咗乜嘢？我为咗我日日同路香港，两可市民一个。 我市民会十几万，我十几万，几捻多，多喺呢度，我惊你啊！真系，我惊你阿 Sir， 扑街啊！你呢、這个，嗱，喺边度啊？好多都喺呢度，嗱，有仲有一张，仲有一张。 多咗皮冇钱俾嘅，嗱你告我，我俾晒你，睇你，要我身份证啊嘛，你乜嘢我有乜嘢都有得到，喂，我俾你身份证，嗱呢个代系我名，系我俾你啊，你话你拉我一定拉我今日啊，我真系唔想做，我做都唔想做啦，你冇拉我，我真系上落喺最高嗰度跳落嚟，低空。 今晚你讲死多伤三万嘅话，就系你扑街啊！我知你做乜閪啊？我惊你啊！我惊你啊！知你做乜嘢啊？你掹你支枪，我打死你咯！有啊，咁你咁嘅，我真系啦，嗱，我冇钱俾嘅，我冇钱俾嘅，我两个仔女，一个东一，一个二零班，嗱，你帮我梦下，你梦下。 我每个月俾，我时间唔可以影嘅，你要公众地方嚟噶嘛？地震嚟啊！我跳楼嘅心都有啊！同你讲，都系你呢啲阿叔激我啊！我冇得投诉，几140系边度？我投诉唔到，唔多，阿叔，你如果有事，你就选你，喂，啊，140，140。 哇！好钱包，又翻嚟一个钱，最弊之后根本就拉出去，呢啲冇得嚟嘅。笨啊！你封我，我免收冇钱交，你拉咗我啊！我今日就投诉啦，啱啱第一单，第一单啊，第一单，第一单，我数咗先，第一单，哇！第一单。 你对我啲电单车，你好啲，有电单车嗰啲你有冇拉啊？你有就去，拉啊！你话你拉我啊？一定拉啊！我唔想做啊！我惊你拉啊！你打，我想打死我都唔惊啊！你拉我啊！我惊你啊！你打死我，你拉我跳架都得，你拉我。 你而家雞鋪，香港阿Sir欺負平良好市民，揾一個嚟拉我，我做咁撚做，真係神啊！我自己都為自己神啊，知唔知啊？我只係騎馬啦，知唔知啊？你知唔知啊？我激你拉，收完未啊？收完俾我冇？收完未？等等車，你收完未？如果跌真跌嘅話，你咩你冇啊？ 我做都唔肯做啊！行两步两步路，攞一个外卖第一单，你又收咗我。喂，大伯啊！喂，大伯啊！你要蒙啲，蒙清楚啦，行两步路，大步姐，我失地得失咗你行两步路咩？咁又冇啊？佢又话你拉啊！真系我做都唔肯做啊！真系唔想做啊！真系唔想做啊！ 我老婆嗌我申请政府补贴，我都唔制啊！知唔知啊？我话我有手有脚，冷静啲啊，冷静啲。唔制，你先出嚟。我得闲咯，你系咩啊？你有冇证？我有冇证？呢个系我嘅，嗰啲系我嘅。你有咩写喺度？想拉我啊？唔系，点解唔可以拍呢？我想问，你哋警察做嘢唔公开得嘅咩？我哋会处理噶啦，冇办法。